各位观众老爷大家好，欢迎收看表哥都是，我是大表哥。都初中毕业有风险，偏偏有人还是想冒险。看这个小哥拿着运动器材，想展示自己的臂力有多屌，结果，哎呦，被这强大的弹力伤到了，只能卧倒。表哥我也只能默默地用一首歌曲来表达他的心情。哎呀，你咋就这么蛋疼？哎呀，你说你蛋不蛋疼？前面的小哥疼到五官变形，这个妹子就是不信邪，也要来尝试这个运动器材的弹力有多带劲啊！哎呀，结果也捂着裆缓慢离去。表哥不禁地想起这首歌曲。两个小伙带着这样的运动器材，偏偏要作死玩杂技，呼！结果两个人来了一次头对头的硬碰硬。哎呦，哼！朋友们看好了，什么才叫功夫真实力？哈，嘿！哎呦，同学，本来看你的气势还挺足，没想到就这样摔倒，让你前面有气势的一吼都化为了乌有。哟，大哥，你表现得挺不错嘛。嘿嘿，那是。哎呦，我操！大哥，你还需要继续加油，表哥我还是很看好你的，走过路过不要错过，看看什么才叫神鞭表演，隔着那么远的距离准确的把气球打破。嘿，我的大锤，那次你他妈怎么不看准，气球没打破，疼得我的灵魂都在颤抖。这个小朋友可真行，三轮车上展示自己的武魂，嘿嘿嘿，每个节奏点都很准确。妈妈等我，我掉下车了。这位表哥要说，装逼还是有风险，大家还是悠着点。希望朋友们能把这个视频分享出去，把这种快乐传递给更多人看到。